对，我现在有点想吐。我觉得我样子整个影片都是这样子。안녕，我是 Mira， 今天要跟大家开箱这个 Coffee Cola 咖啡可乐。冇錯啦，呢一個咧就係近排咧喺韓國新推出嘅一個咖啡可樂啦。喺一年前定係兩年前，跟住我同Ming仔咧都有拍過一條片，即係用可樂去溝唔同嘅嘢飲啦。咁我哋嗰陣咧就係自己用可樂同埋咖啡去溝啦。咁我嗰陣係覺得個味道都唔錯嘅。咁而家咧終於有機會俾我試呢一個真正嘅咖啡可樂。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同大家一齊嚟開箱睇下佢嘅味道係點啦。Hi， 大家好啊，你好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胖东。因为这个咖啡可乐超级难找，就是我找了几天都找不到。今天刚好跟他碰面，然后我就顺口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不知道附近有没有？”然后他就竟然买到了一罐，对，也是唯一的一罐。我们先试一下它的味道。好的，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在香港也买得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而且香港比较少会有这个 size 的、哦、啊，真的、哦？对，跟韩国不一样、哦、因为韩国我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size， 真的。好，我现在来试一下它的味道吧。好期待！你是没有喝过，你是听都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今天第一次看。我跟他讲的时候，然后他说：“哈，什么东西？闻起来是可乐味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有点咖啡味。”我觉得有药的味道，有药的味道。对，倒出来看一下颜色，看起来就是可乐的颜色。哦，可乐呢？完全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超怕，你看我倒超少，我不敢倒太多，不然很难喝，怎么办？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嗯，好。赞赞。哦。哎、欸，咖啡跟可乐啊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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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它就是咖啡跟可乐。对，它闻起来第一次喝到的味道就是咖啡。对对，我觉得它闻起来第一个味道就是可乐的味道，很甜，就是普通可乐的味道。就是再闻起来就发现会有咖啡豆的味道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大麦是大麦吗？还是大麦？大麦，大麦，对对对，有大麦的味道。大麦的味道，嗯，我觉得好喝。可是我觉得它的气，碳酸有点。变少了，像正常可乐的那种很多气，然后你喝完之后的那种感觉，它是没有的。看你的脸就感觉不太好喝，是吧？我是觉得我不知道。其实，在韩国有一个味道很像的饮料，是 McCool， 是、那个就是很多人说超像药水。对，所以它现在这个咖啡可乐喝起来有、嗯、也有一点像药水。对，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所以现在我们要喝那个 McCool 吗？哦，我打开。嗯、好，现在来试一下这个、嗯、它比一般可乐有颜色好像有深一点呢。对，它看起来有点像茶，茶或是那个啤酒、哦、那个黑啤，是不是？好，闻一下。哦，为什么有食物的味道？食物是什么？ Cookie、哦、然后放了三四天的那种感觉。有点梅子味。其实那个未成年，韩国的未成年想喝啤酒的时候，可以喝这个。可是它一点酒的味道没有，它哦，它怪怪吗？可是我觉得它不像药水，它像加了梅子的甜一点的可乐，可乐然后也是、哦、为什么那个气也是没什么气。好，你先喝点水吧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想说就光开箱，因为觉得有点无聊、嗯、所以我们故意买了正常的可乐跟咖啡、哦、到底用什么样的分量自己去调就会出现这个味道、啊、对，我们现在要做、哦、自己做这个咖啡可乐。好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准备了这个烧酒杯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发现这里没有量杯，所以想说烧酒杯应该就是比较好去量那个分量。对对，正常可乐大一杯吧。好，我下去了。嗯，会。然后这个是它写的 The Black， 但我不确定、哦、可是闻起来就是 Americano 的味道、啊、刚刚的分量一样。嗯，是这个颜色的哦。然后下去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，就是一比一了。现在是够够的，红酒一样。跟这个比有差吗？好像有哦。哦，这个比较咖啡色，这个是比较黑色的感觉、啊、是分量问题吗？好像是。对，好，来。没有，可是我那个时候、嗯、我拍影片的时候我是觉得还不错的、嗯、不错吗？哦，
其实蛮像的嘛。这个完全没有气，这个甜很多，就本来的甜很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加一杯。对，多加一杯可乐，对吧？对，嗯，是2:1的分量。我现在好想吐、哦。好，来，闻起来咖啡的味道还是很重。没有哎、欸，咖啡为什么这么重？它有点太浓嘛，因为它是 espresso、啊。对，那我再倒一杯可乐吧。现在3:1吧。可是真的为什么没有气啊？可是倒不出来有啊，混起来会气会没有吗、啊欸？可是我觉得咖啡味道很强，就是它是一个不会消失的存在。嗯、哦，有变比较像。但是不会气。没有，可是这个还是很甜。对。再多一杯吧，是4:1、嗯。我觉得现在很浪费我的可乐。嗯，我觉得现在味道像这个饮料一样。哪有？啊、你味觉有问题？可是完全不一样，可是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要全部下去吗？嗯，我觉得那样也可以。全部下去好了，250ml 的可乐，加一杯烧酒。对，现在看起来像两个魔女。再做一个药，对。好多了，对，可是它还是不甜，就是可乐没有了可乐的味道。咖啡是不是太多？我们要放半杯啊？这样也太多吗？我觉得可能是，啊、可是我觉得怎么讲，这个的话喝起来其实你会觉得它是不同味道的可乐，嗯嗯，但这个你不会觉得它是可乐，你会觉得哎有一点可乐味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家里自己做的话，其实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成功啊，可是我觉得可能咖啡的分量，或是要真的再挑一些更淡的，你直接有的卖的话，我觉得你就直接买来试试看吧。我觉得我再也不要买，那还是可乐比较好喝。我没事不会再买它来喝。对对对，除非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的饮料，水也没有，我就会买它来喝。啊，그리고이게그용네당용네为什么零卡路里？他说它是108，然后这个是零。迟来的结论就是，减肥的话可以喝这个。对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条片就到呢度啦，将条片嘅话咧，帮我揿 like 之后啦，记得 follow IG 同埋 Facebook 嘅话咧，就可以知道最新嘅动态啦。记得揿埋订阅同埋朋友中仔咧，就唔怕错过最新 video 啦。订阅翻我 channel 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多谢收睇。拜拜。拜。